Thank you.
Entre.拍片啊，马匹拍片，录影档。不是你刚才是从哪冒出来的？从那边冒出来，我走翻，跟着马匹三分钟。
你还打招呼的吗？嗨。我走了、啊。吃东西。我给他们吃东西。好的，你给好吃，酱照好吃。对。在土砖啊。就那个多久要换一次这样？坏就换了。啊，坏就要换了。啊。你像这东西都是靠马匹运上去的嘛，哦。啊，对。不简单。哦。嗯。好的。好的。哦哟。慢吃了那慢。啊啊啊！你吃。呵呵。把。要把你们运运东西，还想要打钉子下去，看起来真的好残忍。嗯。你打进去不会流血啊？不会。啊，哎，他那个皮怎么那么厚？这样钉子那么深，绣进去不会流血？像这个指甲一样。哦哟！哇！好吃这。哦，四只脚就要钉了。嗯。哇。哎呦。哇。好的。嗯。啊。嗯。别喊了，你是不是举着头了？那个钉子会不会生锈啊？会不会生锈的？不会，是钢钉是吧？哦，钢钉类啊。对啊，我想你不是钢钉类的，是铁钉的话。让一下。哦。放假如。哦。啊。嗯。慢的事儿，慢个的个的。哦。
听到。自己搞的啊，哥哥。不要自己。那都要钉几只啊？这样子。一个钉子吗？哦。一二三四五只嘞啊、哦！一个养一个地，好，啊，这谁呀？你这东西是地进去了，暂时不能第三只给。你这样钉要不要涂一些药进去？不用是吧？就直接这样打进去啊、哦，它不会发炎了、哦。不会。我问你打你，你钉子里面要涂些药进去。哎，这马匹有几年的历史？这有几年了？啊，有几年？这匹像养多久了？不知道，喂那个。哦，哟，那怎么会这样子啊？两班嘛。哦。九岁了，干嘛？九岁了，哦。哎，他几岁就可以工作啊？载东西啊？大概几岁？三岁。三岁啊？哦，三岁就可以啊。哦。他一换就四只一起换是吧？是啊。还不行啊，还不是一样啊。哦哟。要换一只啊？好了，哟，那以前没有钉子啊，这个还是漏掉？钉子要拔掉。哦，拔掉是吧？啊。你说这哪弄的？按的路。感觉是烧地龙底的车，因为我在网路上有看过啊，那茶马古道啊，有这样，我有看过茶马古道的，主要茶马古走很久嘛，要走好几个月嘛，哈，哦，他沿途上啊，有时啊也是这样在打钉子，你在现场第一次看，哎。